现在的吃鸡真是越来越难玩呢，没挂的呢怕遇到挂，有挂的呢又怕遇到更好的。这把遇到的队友真的是给了我一个 surprise。哟，好家伙，开局直接狼人自爆，既然是大哥，那装备绝对都是顶级的。不错嘛，六级套哦，还有狗杂。既然大哥这么自信，那我磕他好了。要是赢不了，呵呵，给你吃举报哦。我晕，找人去，找人去，跟我走，四个四个。啊，舒服啊。大哥带队连信息都不用自己了，说不定这把赢了就能拿六级套了。哇，美滋滋！找一个，干就完了。OK。大哥厉害，大哥牛逼，大哥六六六。这是个挂，这是个挂。他爬行速度异常，这是个挂。打这个。不是吧？这遇到神仙打架了？大哥，你别去啊！你可是高科技玩。完了，大哥没了。哎，人太多了呀。不是，你这挂是假的吧？我倒地还有借口，就你这种高科技玩家操作，你说你刚玩我都信。嗯，我这全是四级套，好歹尊重一下呗。打的就是你。Oh no。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好不容易攒点钱，这下又要重开多少把了？我太难了。哇，六级套装终于稳了！哼，不是我吹啊，就我身上现在装备。既扛造又能秒人，这都能在的话，那我就只好自认倒霉了。嗯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，拜拜。